优爱智和机器人的团队都是来自于西安交大机械工程学院机器人学的博士生，我们热爱机器人，热衷于让机器人解决行业问题，意图打造通用的移动机器人平台。在研发和市场探索过程中，我们逐渐意识到深入行业场景才是团队发展的关键。初期我们尝试人形服务机器人市场，但市场需求不够明朗，而和米其林接触后，我们发现商用轮胎巡检机器人的市场潜力巨大，由此 Aris 应运而生。对于我们团队很关键的一个节点是入驻 HEX 硬件加速器，一个全球第一的智能硬件加速器。第一天到 HEX 的时候，我们整个团队都特别开心，有一种和全球创业者共同奋斗的兴奋感。当然我们都是技术出身，很多方面的经验不足，包括上下游产业链商业的思路不够清楚，受到很多质疑，但是我们积极寻求解决方法，积极学习，逐一梳理，解决了很多发展中的问题。2017年，一位有着十几年商业产品经验的产品总监加入，完善了我们整个团队的构成。首先，这个团队做的事情是特别有价值、有行业深度的解决方案。第二，这个团队的工作效率特别高，符合我日常的工作习惯。至此，我们整个团队便没有了短板。8月到12月，短短4个月的时间，我们便共同打造出全球第一款商用车辆巡检机器人，得到米其林集团的支持和百万元订单。今年初，优爱智和参展 CES 2018，成为极客公园评选出的 CES 2018全球焦点50公司。全球4大轮胎厂商有3家都到我们的展位参观交流。我们希望通过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能够打造出中国功能性巡检机器人的第一品牌 Safety Intelligence 智能引领安全。